利路亚，大家平安。那我请大家啊，到厝诶，拢不徛起来，甲咱白白来荣耀耶稣诶名，因为耶稣诶十字架是有得胜诶，耶稣诶名是管过一切诶名。我让今日来白白来举起耶稣诶名，管管哈利路亚来荣耀伊诶名。耶稣的十字架有得胜，耶稣的十字架有力量，耶稣的十字架有祝福，荣耀主的名。耶稣的爱心安慰我，耶稣的爱心感动我，耶稣的爱心同在我，荣耀主的名。要主的名，荣耀主的名，耶稣的宝血浇灌我，荣耀主的名。耶稣的十字架有得胜，耶稣的十字架有力量，耶稣的十字架有祝福，荣耀主的名。来拜拜荣耀伊，荣耀主的名。荣耀主的名，耶稣的宝血洗我的罪，荣耀主的名。再来一道荣耀伊，荣耀主的名，荣耀主的名，耶稣的宝血洗我的罪，荣耀主的名。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头帮我，耶稣的宝血照灯我，荣耀主的名，荣耀主的名，荣耀主的名，耶稣的宝血洗我的罪，荣耀主的名，荣耀伊，荣耀主的名，荣耀主。主的名，荣耀主的名。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路亚稣。哈利路亚，因为耶稣得胜，今仔日咱的生命就是得胜。感谢路亚。因为耶稣你的宝血洗去我一生的罪，让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伊阿爸天父。因为耶稣你的慈爱对我疼爱无变，让我得到丰盛的生命，主的祝福。上帝
唱一条新歌给耶稣。今仔日，因为耶稣，人的生命得到逃亡，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咱开嘴来呼噜伊。我的生命永不欠亏，因为你。
感谢主耶稣，我邀请拢大大家，大厝的，还是大这边的，咱白白来开嘴，白白来唱这个 chorus 一道，唱这个副歌一道，用内心唱出来。甲耶稣讲，我永永远远来祈祷你。我会永永远远来爱你，我会永永远远祈祷你。你是我一切，我心不停思念。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咱今仔日来食圣餐，为着要来纪念耶稣。咱知影伫《使徒行传》第十章，伫第九甲十五节的内面，彼得咧，伊咧有去一个厝尾顶祈祷的时阵咧，看到天开啊，有一项布落落来，内底咧。有很多四脚会行的，还有很多虫，然后还有天顶的飞鸟，有一个声音跟他说，彼得起来，抬来吃。彼得说，主啊，这是不通的，因为这些东西还没有清洁的，我都没吃过。到尾呢，第二次还有声音跟他说，神已经把这些东西用清洁了，你不能当作是上面。然后呢，神为什么跟彼得人来讲？因为以前犹太人的来去做这个相信神的，伊是靠律法，所以呢，因真侪物件是袂用食的。特别呢，耶稣甲彼得讲：“起来，这用心食，只要是神，互咱的拢会使食。为什么？因为咱即马已经是因为相信耶稣伊的宝血洗清了咱的罪，所以咱无管咱食啥物物件。”咱知影，这是神赐予咱上好的物件，所以咱爱来感谢耶稣，因为伊为着咱牺牲。所以咱即马免缀着这啥物会使食，啥物袂使食，啥物会使做，啥物袂使做，因为安尼来甲咱捆绑起来。咱今仔日咱是自由的人，因为耶稣伊已经甲咱救赎了。所以咱来感谢主，咱平平来祈祷。耶稣，感谢你。主啊，因为有你替我们死在十字架顶，所以你让我们变作是一个公义的人。因为我们是相信你，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东西，所以可以来回来来到天父的面头前，是因为你让我们可以做天父的子。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来奉你的名，每天都来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这是耶稣的身躯，伊为咱死，咱来感谢伊。耶稣的宝血已经洗清了咱每一个人的罪，因为咱相信，毋是咱是偌好，感谢主。行，祝福大家。我都喊点声，咱来做一祈祷，来祈祷咱家庭的人。来，咱阿来阿头祈祷，来去咱上上。
感谢你阿爸提拔，你是上王人上帝管的提拔，你的力量上帝管的，主啊，你是我平安所，你是我保护者，主啊，你来保护来看顾我人家庭的每一个人，无管人入入出出，你都能保守看顾人，还要平安。还健康，还这世界，无论哈咪事发生，有哈咪物件，这世界若黑暗，魔鬼做这世界若黑暗了。主啊，你保守我们家庭人，你保护人，还是你魔鬼看开，未来我这样辛苦了。主啊，感谢你，我人叫你的名，你一定来答应我。我人拄到阿咪困难中，你永远甲我同在，和我人过这无你遮坎坷的日子，无你会过好我人，甲咱过来分，会家庭人甲咱过这遮困难的日子的时间，你永远甲我同在。感谢你阿爸天父，奉主耶稣名，我祈祷，阿门。接下来咱时间。啊，有请神人，阿妈头三来参加 EBCC 福建聚会，我要来欢迎侬。如果到侬诶 screen 面头前，我就叫阿哥咯。我好，我淡薄点声，让佮侬电话 ，scan 就叫阿哥。好，我侬淡薄诶资料，我较多诶博士，甲我长老，真正欢喜，要来联络侬，要来欢迎侬，白白来跟我做敬拜，阿门。接下来，我们小小的两个报告。下一个报告，就是帮你们开始四十节金石祈祷。八月七号到我九月十号，也是用来需要他的祈祷的册，来在个 NECF 的 App 去 download 落来，然后就加入安装祈祷。亚拉达的礼拜三，福建聚会。我做一个祈祷会，下晡十二点，欢迎咱大家来这来祈祷，祈祷下咱家庭，祈祷下咱马来西亚。有真正一个办法，按照金价，头一个办法，咱会使金价在那一顿，可能也是要早起顿，也是下晡顿，也是暗暝顿，也是讲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咱会使金价讲。OK， 我买只吧，我金吧，因为我是够这个办法，是咱会使金只为止，买只物件，会使跟他啉水不是？咱去做迄个金只咧，唔是讲，因为讲，哇，我做迄个金只，我变系我的上帝，哎，更加爱我，更加爱我，更加祝福我，更加济，唔是迄个目的。咱要金只来祈祷呢，是因为咱要亲近咱的上帝阿爸爹地。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第二个报告，我们汉的情形，有真侪人心急无接受，也是汉咱会知，明白到汉人在讲，因无接受，无贪食，有需要，咱联络往教堂的牧师，还是往长老。有我人对海洋特别接近，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主祝福大家平安，阿门。
来，今天我们来做过一款的敬拜，就是奉献敬拜啦。Amen， 感谢主，给你准备一下哈。那是讲如啊，未来奉献的，其他困难办法为咱，那是讲是用这个 ATM， 还是用 online 过销的，咱来这教会的银行的，到你带头前，来银行去户啊户口，到你带头前。那是讲你利用这 touch and go 的咧。啊，那么在呀，伊动金到底要带头前，就是伊个 QR code， 你使用你手机来 scan， 那你使打上 go 来奉献款哦。啊，阿未学奉献的时耶，哦，我未学做淡个报告的时候，咱收了淡，包括这个旅游来帮助人，到底这个啊 COVID 啊这病情的时候，动金我咱有这帮助到哈。这啊，医生管他需要就买一个 incubator。incubator 是讲，那是讲咱囡仔出世无教过、无教过啊，伊拉需要要丢，所以伊拉无教，所以我咱教会有机会吼、哦、来去帮助啊。所以感谢你的啊奉献，感谢你哈的奉献，这个镭啊来去帮助啦。所以使用咱隆重，就是这点声来去祝福啦。所以咱本来敬拜咱主耶稣，主耶稣其实我感谢你，佮一拜我本来敬拜你，隆重荣耀归乎你，因为我人宣告，到底我人奉献的是，讲你就是万主的主，万王的王，我人本来敬拜你，按这个真挚的奉献，你名你得着冠冠的隆重的荣耀，你名也冠冠起来，到底。我们这避难书跟那些贵的转码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祈祷阿们好来拜拜咱来奉献来BCC感谢主咱拜拜各位有一道机会拜拜来做会来敬拜拜拜来做会到这些 YouTube 台的位我人会使平平来听到，所以就意思讲，咱人当今到这个点声，到底厝，到底 lockdown， 无通出门，无通去倒落。咱人感觉讲，咱人未惊，咱人感觉讲，咱人一只坎坷，掉下骨就崩掉咧。代表我们知影，好消息是啥物咧？咱人的心无停止，无一个人会停止，无停止咱的心啊来做工。Amen。伊有伫甲你同在，你住伫厝诶位，我相信讲，当今你看了这个 YouTube 台，你听了这多点声咧，神有伫甲你同在，主耶稣伊有伫甲你同在，伊永远无离开你 ，Amen。所以咱人诶心咧，伊伫做了工，迄个就是咱人诶盼望 ，Amen， 就是咱诶盼望。啊是咧，即地道咧，你讲牧师啊，我知影讲神有伫甲我同在，我知，但是咧，有情形无够好喎。第四，这个病症该无去；第四，咱该无去；第四，咱该多对去啊，有这自由啊，让咱去白白去吃吃饭啊。我若有自由，要去 supermarket 啊，当今嘛，该无方便，啥物物件都无方便。第四，该这个病症会无去。那我要甲你讲吼，第四，这个病症会无去咧，干咱来做，咱个心该知影咧，伊该知影，迄个点声，迄时间，第四。伊个即病症无去，但是咧哦，咱个目内咧，唔系干呐看了迄个病症，唔系干呐看了咱个情形。我要甲你讲，到底即个病症个内面，咱个目睭要看了咱来做。因为咧，好消息啥物？伊有伫甲咱啦。到底病症有个是伊有伫甲咱啦，上加会记，到底迄个啊耶稣，行到水点声，迄个点声咧，伊人个每刀都落到你主内。到你主的位咧，吼，伊风雨来拍伊个船，你点声咧，因为都惊个意思，你知无？过后了吼，伊人看耶稣行到水，伊人想啥物鬼？伊人未认伊个主意咧，因为惊，看到耶稣行到水，伊人搁较惊，着无人会行到水，嘛哪有人会行到水个？干呐？鬼个行到水，是介一个灵个行到水。但是咧，咱耶稣就是咧，伊就是一百八十的人，一百八十的神，所以行到主要，伊人惊。过后咧，彼得看到，是不是？是不是耶稣来？
对不？伊拉看的是不是耶稣来？迄个点死的时咧哦，彼得甲耶甲耶稣讲咪咧，伊讲耶稣那是讲是路，叫我来，啊，那是讲是路喊我来。迄个点死咧，耶稣甲彼得讲来，方向我都有滴个了无？特别安怎啊？彼得啊，按耶稣讲的话哦，一打出去啊，伊经历虾米？信仰。到底虾米？到底方向是方向无停了无？虾米事啊？彼得啊，看到耶稣的点声哦，伊无甲耶稣讲，耶稣是路，进来，进来。你看到？虾米事？伊无甲耶稣讲，耶稣那是是路啊。卡紧停的嘞，吼，这个风停落来，我人被死了，是不是啊？真正当话，咱人就是呢，咱人看到你情形的时，咱要叫神啊，把咱当地的情形叫出来，啊，不停的嘞情形。如果过一道的时嘞，伊的不是想那每道当地的船的位，哦，伊的船啊，底下爬来爬去，点些风吼啊了，耶稣在船顶困，耶稣困不是因为无擦。但是耶稣困咧，因为知影，在伊知影伊的体白，惊到啊，予伊啊平安过一个海。惊到平安，有风雨不乱，惊到平安过一个海。伊咩？伊的体白惊到无放神，所以伊个人怕困。因为都叫起来，耶稣啊，你是不是无察我人？我人被死了。你是不是无插我人？紧啊，起来啊！好，你叫你风雨停起来啊！哈，对咯。耶稣甲伊讲咩啊？甲伊讲，哎呦，安怎路人无信？安怎路人去无信？过后了，伊人甲伊家来叫你风雨停落来。你看到无？哈密斯耶稣每哈密斯都无信心，哈密斯都无信咧。因为伊人嘅目内，你是看到咩？看到他的情形。真济道哦，咱人会祈祷不是咧，但是只番点声哦，咱祈祷是神啊，驾走这个病症，对不？神啊，第时这病症该无嘅。但系唔是咱人无倾着到啲病症嘅点声啊，咱讲神啊，感谢主咯，哈利路亚。就其实对，看到人啊，有到啲咧病症嘅点声，我看你只人看病，你感谢主，神啊，你个保守了我。你动在有滴教我，按照我个病，按阿妹我个困，哈，你拢有想一点无？哈，神啊，好我在这点声我，我见你咯，因为唔想当见你，我无，我想只影就多出，无咪探出去做物件，所以我一时夹点声我，主啊，我来搞你白白做开吼，我来祈祷，我来敬拜，按照我无庆祝神的动在咧，简单咧吼。就係耶穌嘅門徒講：你信心得到咯，你信心得到咯。阿真你冇信心，阿真你冇信。哦，阿你簡單嗬，冇信是咩事？係咪物件咧？就係借刀嚟講，我冇信啊！人嘅信心係咩？人嘅信心對你暫時嘅。人是相信講咩啊？信哦，有力量，有嗰啲把握嚟製造這個問題。啊！你是咱的信心，咱的信心在啥物？在滴这个世界暂时的物件呢？咱帮咱的信心在这边，神对在解这个问题解走，这个问题解走了，搁在啥物呢？搁在新的问题来。神啊，你解这新的问题解走，咱搁在啥物？搁在新的问题来。因为咧圣经讲，大滴世界听到有咩有问题，对无？有问题，但是在问题内面呢，哦，神袂让人啊恶关系着伊，袂叫咱的关系我甲伊直直挖近亲起来，多啲个问题，所以神会用啊个问题来，互咱人甲伊靠较近、靠较挖，知影哦？嗱，上家，我甲你讲哦，上家我顶摆哦，啊。细汉的点时，我人做囡仔的时候，我人暑假去看伊，是不是？我暑假去看伊，哦，所以那是讲我人去看伊咯。我人带我人的啊，查某朋友 girlfriend 啊，啊，去看伊点时，我暑假看咪看几个戏，咧看几个戏点时，惊点时哦。啊 girlfriend 出来，
伊人惊，查某惊，伊人哇哇人，哈哈，是不是？是不是啊？啊，所以想吼，这个点子，这个是咱人的，咱人的想法，到底是不是的话吼？我跟你讲，咱的是不是？咱是国家好，到底咱人惊的点子无？神是要教咱，让咱知影，哎，你唔系惊，我有地，我保守你。你咩？你看四篇九十一条，一条讲咩？伊讲啊，一千人啊，死到底在中间咯；一万人啊，到底下手。但是啊，这个病症，这个意外未发生，到底在生命中。感谢主，因为咩？所以一个神保守咱人，伊甲咱同在。感谢主，所以今日我要教咱阿咪咧。到这些点事啊，人人都要爱有真实的信心啊！那是有真的信心，意思是啥物？有一款的信心吗？是暂时的信心啊！有真就是有假，你知无？干那咧真的信心无，会予人人经历着咩？信者，先啊彼得行到这个水呢？安怎是彼得行到水？因为伊有一个信心，迄、那个信心是真的信心，真实的信心。Amen。后面是叫做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是相信啊，帮隆重伊人的信心啊。到底主耶稣伊的病，相信伊呢？干那伊是咱的救主，无别人了。干那伊只能有办法救咱们呢？帮咱隆重的信心放落去，迄、那个是叫做。真实的信心，那是人人啊有安尼的信心，对着咱的主耶稣基督，是做着咱的救主。我甲你讲，如果我得着经历着信心，你们，因为那是咱人帮咱隆重的信心，出甲咱落去对着主耶稣基督。相信讲，伊一人有办法救咱人。感谢主，第一大的信心你经历着了，还是叫做咩咧？你谈着咩永远的生命了，你们。因为你帮隆重你的信心在主耶稣基督，伊甲咱多多救出来，到底迄个律法甲救助的位，安尼救出来啊？迄个头一项，下面你得到第一大的信心，无人会让你的，用你家己的白的力，不无材料做出来的，用你的泪不无材料买，咱无材料买永远的生命，你知无？你感觉无材料买永远的生命的？但是靠咩？靠人人的信心，迄个真实的信心 ，real faith。到底到落真实的信心，就是帮隆重的信心，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内面。噶人一直人有办法救人啦，唔是伊参啊项物件啦。有人相信讲参主耶稣，叫我相信你，但是我佫相信这个，我佫相信这个，伊这个不能救我，这个不能救我，这迄个唔是真的信心啦。所以人人未经历到这信者，就是呢。未经历着这 miracle 就是呢，神要好咱这 miracle， 但是这个神迹，干那有办法发生在你生命中啊？按干那靠咪靠人人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大滴主耶稣基督一直人呀。Amen。所以你准备几日，未来真实来相信，真实来帮人的信心，你准备未来经历你神迹未？Amen。 因为若是讲你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我甲你讲，咱当今到底这生命，到底是世界，咱人活了呀，唔是暂时的啦。你谈到永远的生命啦，神的美好，神的祝福，神的保守，神的同在，我甲你讲，每一日安尼款，有滴甲你陪陪。哈利路亚！所以你无烦恼，哈你有病症，有哈有病啊。是问题啊！是哈咪？你无烦恼，哎，你知影讲，你是活在哩咪神的美好的内面，哇嘞，路亚 ，amen！ 你是活在主耶稣的内面 ，amen！ 你活在神的保守的内面，哈利路亚！神的供应的内面，感谢主，所以哦，你无烦恼，就是安尼款 ，amen！ 所以今次来学，安怎会得到这真实？真实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呢，哟，一去一地方啊，你讲我未去，来，我跟你讲，解释给你听。那咱看啊，今次咱拍开啊，罗家阿妈国福音第二章头七节到十二节啦。这个故事呢，到底
老家好英文，我妈台好英文，但是近期咧我要老家好英文，我妈台好英文哈。但是咧近期咧，我是要甲侬解释用即个告诉多啲马国好英文。所以第二章头一节到十二节啦，伊即边安怎讲话？伊讲伊个一道话，入去即个城叫做加巴农啦，加巴农诶嘛，就是耶稣伊个甘榜啦，都对伊个甘榜了。所以伊讲多啲。迄一节的话，是伊人拢总听到讲伊住厝内面吼，伊人听到讲伊住厝内面了。第二节，哎，伊讲马上吼，伊人拢总都来做会。啊，你看，迄个位咧，都无伊个厝的位咧，都真正扎了无位了。了，伊人拢总都来到扎到甲起到迄个门的位。了，过后了，耶稣都安尼看来讲道给伊人。第三节吼。了，伊人就来到伊眼前，带一个破相的人，就死去人安尼跟伊，死去人跟一个破相了，未惊的人吼跟伊。了，伊人就未来话伊，因为咧安尼济人在你旁边的位，伊人就起去哈咧初顶的位，甲伊开的初下。安尼款过后，就按伊个初顶，安尼款帮忙帮伊个即个破相的人哈，帮伊了，帮伊落来。耶稣就看到伊人的信心啊！耶稣咩？圣经讲咩？第五章，耶稣看到伊人的信心，我甲你讲，即真实的信心，帮到你耶稣基督的内面咧，也神的看到，伊咧神的看到，神看到你信心头先，你知无？伊家来看到。类似以后，我跟你讲，真系到神看到你信心落成，你咩？就是这个信心在你主耶稣基督神看到，所以讲耶稣看到信心，你伊就甲这个破晓的人讲，伊讲阿囝，伊讲你会做得救，是啊，我原谅了，我原谅了你做。第六章，伊第六章，了，在你嗰边有伊迄个 scribes 啊，就是迄个人。伊人好平常甲有非西人甲即款的 scribes 啊，伊人拢总是写这个对了这律法的人吼。伊人都好平坐了，伊人都甲家己讲到伊人的心的位。为什么这个人呢？会讲阿哩款的话哟？伊唔知咩？干那神一人啊，会原谅罪呢？哇！伊是虾米？伊人是讲这个耶稣，阿哩才讲哩款的话。唔对诶，这是犯罪，甲神一人念，但是人唔知是虾米咧。耶稣就是神，所以伊无犯罪，伊有权来原谅人诶罪。那第八节咧，伊讲安尼款咧，马上咧，耶稣就听到伊人诶灵哦，在你边个位来伫讲甲家己，过后了，伊就甲伊人讲，虾米思路甲家己讲安尼款诶物件，到你心诶位咧，虾米物件有甲用咧，甲这个破相诶人讲啊，你神。得到原谅甲用呢，也是起来压力层行甲用。了，但是呢，我要甲你讲，因为这个人的囝，人的囝哈，这个代表的 son of man 是属于这个和这个救主，甲是有一款的代表，那是 savior 的。Messiah 的代表来 ，Son of Man， 伊讲啊，就是要互你知影，即人的囝有力量在伫即世界来原谅罪，所以耶稣咧甲人讲，我就是天父的囝，我就是神来，我有办法来去，我有权柄来去原谅罪。过后了，伊就甲即个发烧的人讲，来，我甲你讲，也徛起来，也来床，行去对伊来厝。然后马上伊就起来，了过后起伊个床，安尼款就出去，在伫伊人个中间个位，然后出去，了伊人隆重啊，就哇戆去，安尼款来去应邀神，讲哇我唔捌看到即款个思维，哇你看到一个故事，就讲关系到虾米呢？关系到一个破小人，甲伊只死个朋友，那你知影？这个死的朋友吼，伊人无名，你看到无？伊人无名，但是咧，耶稣方面咧，看到伊人嘅信心。到底好几日的死咧，隆重人经历看到咩物件？看到信仰。
安怎神迹发生呢？因为伊人有一个信心，像我甲你讲个那个只，这个是真实的信心，这个是迄个伊人的信心帮到你主耶稣基督的人。伊人的信心会起的位，人未起；伊人的信心会起的位咧吼，只接到啊，人人无办法会再掉起。所以我甲你讲，头一项咧吼，伊人的信心吼，起到多会起的位是多咯，人未起的，都是伊人的信心咧吼。超过虾米物件？超过人的肉体的力量，人的肉体的力量。那你看哈，头一项就是虾米咧？你看这个发烧人，又力家己去叫耶稣基督哦，又无力，伊再叫再叫办法去哦，无办法。所以哦，伊困了，伊多了，安尼坐年了，就你咪发烧多了。但是有真正的是咧，伊死的朋友，我是想，我是安怎想啊？伊死的朋友听到耶稣，关系到耶稣，听到讲耶稣有办法来去医治人，有办法来去开迄个邪魅人的目睭。伊人听到讲耶稣会在了医，迄个有病症的人，迄个摆卡人，耶稣会在了做伊会行起来。哇！伊人听到讲，参埋迄个死去的耶稣，不如办法哦，叫活起来。所以伊人听到关系到耶稣，所以伊人就紧张了，就来甲伊的这个朋友讲，伊这朋友多了看破相对哦，伊家己要救家己了，伊家己要救，伊听到但伊家己要去，伊要救耶稣基督还不明，就这样。所以耶稣伊朋友甲伊讲，伊朋友跟甲伊讲的时候，我相信阿弥嘞，这个破相人多了点啥，伊信心慢慢强起来了。圣经讲咩咧？信息按照听来，朋友直直甲伊讲这好消息，路好路机会了，路办有办法，路盼望了，知道有希望了，知道有希望了，因为有一个救主来到咱人的中间见证。那是讲我传入去，我听到咧得到医治，哈利路亚 ，Amen， 感谢主。所以对你好朋友，伊相信阮，但是咧只知道我，咱人啊，到底看白点啥我，咱人。吃药，人人去医病，伊迄个病我顾了点啥，未好点啥哦，人人放下去了，人讲无希望了，人人讲哎呀，买个 try 了嘛，买个活了嘛，啊，这类咧哦，就是好让人失掉这个机会，来好让人经历这个新家 ，Amen。就是、所以过年那是讲啊，禁止哦。你到底一个情形要作真一久了未出来，你白天无力帮助你个，有可能你是看病，有可能你是病症久了未好，有可能你不如有祈祷，但是咧无好过，禁止要过年，你卖放下去，因为你的信心到底主要所祈祷哦，会起国家会个。过路的肉体会带你去，可能今次你的肉体会无力了。特别跟你讲，你多了，你敢那需要着相信，买帮伊。你需要着相信，因为你救主今次来到你中间了。你救主来到你中间，你救赎来到你处了。Amen。那是讲你买帮伊，如果相信，不知道，无论会经历还是成就，是要做到你生命中。Amen。 那果是这第二项什么呢？那你看到第二项呢，伊的信心会起国家会过虾米物件呢？会起国家会过，你知无？一个 limit 就是虾米事呢？来到一个，伊人来到迄个位点先哦。伊讲咪无位了，无位了，未得了，对啊，满了。人的信心会带人人去啊，更加远个 ，Amen。未得了，满了，无位了，就是有的人讲，哇，我要去拍迄个 vaccine， 同见无？我要拍 vaccine， 伊人去到边，无了，无药通拍了，无 vaccine 了，满了，迄个位人拍到了，我跟你讲，买放心 ，Amen。买帮神，因为咧，伊个朋友会去带伊，朋友带伊来到伊个伊人个耶稣个厝头前了，伊厝可能满白纸，但是伊人有帮神咯，伊人无帮神，伊人讲唔要紧，买白纸唔要紧，人去厝顶，哇，哈利路亚 ，Amen，
Hallelujah！ 那是你无帮神去坚持的哦，我跟你讲，神会带你去出顶。Amen， Amen， 搁有一条路，搁有神会开予你。这条路坎坷，神开过一条路。Amen， 来到这边满了，但是神会去，国家会过，你信心会带你国家会。Amen， 会带你国家会，神会开过一条路，有可能你这条路做了失去。可能是从你当去做失去，未过行落去了。但是咧，你卖帮神，神哥在开出一条新路去行。Amen， 卖帮神，如果弄到人都笑去了，做噶了去了，未噶了去了，要紧。Amen， 神哥会开一条路，伊带你去出顶。啊，所以伊朋友咧哦，带伊去出顶，伊人无帮神，你说伊人无帮神。伊拉无帮神，第三个啥物咧？伊拉来到福平个店声咧哟，福平个安尼济人伊讲，安尼济人伊拉未接本，未惊本。第三是伊拉过头窄了，第四窄了边个？伊过头窄了，人啊停止伊拉。吃到哦，你感觉到啊？人我停止人来相信，人来要相信，那边人讲未啦，免搁再相信啦。你相信那句，都祈祷那句，你看都无答案，对不？人，到底喺你点声啊？我停止，人就是停止啦，喺你点声。我讲我只知道咧，你若是听人的意见，伊会让咱人的信心哦摇起。特别我讲你讲，你的信心真实到底主耶稣基督那边咧哦，会错你国家会，国家会过人的意见。带你更加回过人啊，人啊，破路的邻居，吓，真系到人啦！我讲未免信了，无影，免过去教会了，你就教会拢就砍了，你信当紧就堕堕咯。你看这病症，佫是安尼看过，你看这是人的话了。但是你有信心在主耶稣，你可以看到神迹个。所以，伊人咧吼，无可能人在你俾佮停止啦。人无爱人停止人，到底好病嗱？所以第四行咧，写咩物件咧？伊人起个好病嘢，响，所以迄个人未停止人，后边上执，伊人本伊人信心，伊人本焦气，你知无？迄个伊无力，伊人本焦气，伊人信心全人过噶啦，过伊人嘅霸体，超过伊人嘅情形，过头执嘅情形。超过虾米？迄边出边嘅人停止伊人，人本未停止伊人，安尼济人多边 stop 伊人，未停止伊人，等于人来到初顶嘅时了，系咩？去到初顶了，伊人都要做咩咧？开咧初顶，放伊落去。哇！我讲你讲，你唔是讲，你唔是普通人做嘅物件啦。因为这四个朋友咧，唔是在你 circus 做工嘅啦。你在咧放一个人落去啊？你咧准了啦，无是生个啊，落去一刀啊，伊毋是破笑咧，死翘翘的，是不是？就手底咧放落，所以这啥物咧？这就是超过啥物啊？超过迄个咱人普通嘅物件 ，normal 嘅物件，普通嘅物件，哦，超过咱人嘅信心会带咱去啊，更加回归啊，迄个每一日咱经历嘅普通嘅物件。普通是啥物咧？按大每日咯。普通是啥物咧？来到头前嘅位，耶稣头前叫耶稣祈祷咧。但是这里无普通啦。这是啥物？起个初顶，开个初呀，安尼可以放伊落来。有普通哦，无普通，就是按怎伊人做咱个物件，因为伊人嘅信心在主耶稣基督嘅内面。哈利路亚！我甲你讲，但是今次你嘅信心在主耶稣基督嘅内面，到底安尼款嘅情形嘅时，我甲你讲神。会带你超过迄个普通嘅物件，咱人唔是相信咧普通嘅物件，唔是干那相信啊，迄个在咧尖尔。你知道真济人是帮伊人嘅信心，到底迄个尖尔，对迄个 vaccine 啊，会帮助到咱人，但是伊未救咱人嘅，伊未救咱人永远嘅，你知无？因为你话当今嘛，即个尖你拍了，咱人不是嗰是丢会丢过，人嗰是嗰是会。有一款的病症过，我讲你这病症无去啊，把你病症搁才会来的。
所以咱人的信心袂使干那靠一款的物件，只是普通人靠的物件。我甲你讲，你的信心带你国家会，你的信心在你主耶稣那边带你国家会。所以这个世界朋友有这个信心，落来点子，哈咪要发生过后咧，哦，你就耶稣看到伊人的信心，哇，感谢主。所以你看，后书啊，哥林多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边的位咧，伊讲咧第九节，伊讲啊，伊讲教我哈，我的恩典呢，教你用的，我的力量我做十全大地路的专长的事。人人人人人无力的点声哦，神的恩典呐，比如十全。这个这句话是第四神家保罗讲的，按保罗哦，基督叫神讲神啊，我的身躯边啊有一支刺，你都能够我夹走。但是神啊无该夹走一支刺，人人到今日呢哦，唔知影一支刺是虾米物件来。这个刺的是什么意思？可能这个刺是啊，有人讲是保罗有病啊。但是咧，我相信不是有病，我相信是伊这个刺就可能保罗经过，噶啦安尼坐的啊，你知无啊？坎坷的困难，人啊，要来去啊，来要去做伊，因为伊的信心在咧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的事。所以我是相信这个坎坷，这个软弱，你知道，一滴经过的点事啊，一无力，你知道，一祈祷，甲神讲，甲我这个事也走，甲我这个问题也走，神讲咪，我的恩典够你用，今朝要甲你讲吼，神的恩典够你用，伊恩典啥物，咱人无配得到的，就是啥物咧，就是伊的上好的。主耶稣基督，伊何个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咱无得，无配得到的。伊的上好啥物？就是公义，这个地位，伊做咱人变公义，伊做咱变伊的囝。神的爱是咱人无配得到的，伊的上好，神赐予咱人，伊何咱人？哈咧，就是神的恩典。若是讲咱靠了神的恩典，今日。伊讲咪伊个稳定够咱来用，但滴咱无力的是伊个力量十全。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你要经历使你力量啊十全的，阿门。第四类经历到咧，按咱人无力的是，其实咱无力的是，咱来经历到，按怎要来经历？靠咱人信心呀，咱把信心放落落。不是办公啊，咱无啦是苗见哇，我有啦，我有啦，我有啦，唔是那款啦，唔是那款。有人先咧，伊人无啦是几多，我有啦，我有啦。伊看病是几多，伊系讲哦，我无看病，我无看病。俺主耶稣基督哇，我好了。对，咱来几多，特别你知影你是讲诶物件，你唔是看了你病了咋，你是看了主耶稣，我是得着伊的可咪可主耶稣基督。替我做生意工作，都是不是决定？按伊的书分，我得到伊治疗。按你看，爱几多？按就是书分，耶稣的书分，甚至发生在你外身骨，隆重的病离开，到底要几多？好，若是讲落病，同金来举你手起来，我要叫你举手起来，到底要几多？好，感谢主耶稣，叫你话几多？好，隆重有病，主啊，圣灵，若何伊人的信心来相信了主耶稣，即阵甚至发生在伫伊人的生命中，按汝的属魂，隆重得着十全的医治，甲了隆重的病奉主耶稣的名离开，同金奉主耶稣的名，十全的医治来到伊人的身躯顶，奉主耶稣的名我祈祷，阿门。感谢主，阿门。若是讲汝有接到吼。这个信息吼，见好我人知者吼，我人要来应邀归好咱人的上帝。你们最下期吼，伊人的信心，阿你人的信心，你们人相信了主耶稣，保罗到底伊无力的事，就是耶稣先解讲咪，我的恩典够力量。你们最保罗讲咪，因为安尼看啦，哇，我喜乐了。我喜乐到底到了，我喜乐到底，我专注的是，
我希落到底我系无力的时，哇！因为我无力的点时，我系经历的死呢，就转的来了。哇！哈利路亚 ，Amen。所以你见无力，你讲我无力了，我无在了帮助我个机了，我机烂了，我个机无别个起来了。哇！我跟你讲，你的信心到底主要所祈祷哪边？我好你经历起来先知啊。你们过后咧，耶稣看到伊，伊讲出朋友，耶稣看到伊人诶信心。过后咧，耶稣讲明，家啲拜卡人，伊讲你会罪得掉虾米？原谅了我，原谅了你会罪。你们，所以先看到伊人诶信心头先，过后咧先过来一地，让第时经历掉。信者一人就是经历着信者后生，加来相信呢，还是相信后生加来经历着信者一人相信后生，信不是看到一人信心后生，所以今朝我讲了讲，你信心对主耶稣基督都是哈你信心先看到的，如果信心无，到底去帮到你世界，到底你无，你暂时的物件，哈你信心是暂时的，哈你信心无路用。但是你的信心在你主耶稣基督里面哈利有效，你们先看到，先看到，不知道先啊，今次不是只是看到啊，这个到底这个故事呢，知道不？先看到信心，有几哪里啊？你看到圣经啊，到底啊罗家福音无？会记得罗家福音吗？第八章啊，福音的位啊，讲着关系了，这个查某无流血无止的，对不？过后了，伊听到关于耶稣来了，来到这里甘榜，来到这城了，伊家己讲，伊讲，伊讲，若是讲我当着耶稣的三脚，我就会得到医治。伊听到，伊相信，伊放伊信心在耶稣，所以伊家己讲，你知无？今次你家己讲了咩？你家己讲了咩？到底这里，安尼看你前几时，你达到家己讲，哇惨咯！伊个这里。病直直来，直直坐，哇！安尼看惨咯，政府嗰代好人，佮咱拢总都对起了，哇！佮较济人会都对起做伙，唔是病佮较管啊，哇！惨咯，你家己讲个咩物件？即系到咱家己讲啊，是迄个物件，咱听到到底咧新闻啊，人甲咱讲啊，特别吼圣经甲你讲个物嘢，咱有家己讲哦，神的话语甲你讲个物嘢，你家己讲哦，你知无？伊。这查某听到关系到耶稣，你得要家己讲啊，关系到耶稣，哇，耶稣，伊死乎我了，耶稣，伊打了我的罪了，哇，耶稣，伊就是我的盾牌，伊就是来保守我的，伊乎我得到永远的生命，丰盛的生命的，耶稣。哇！那是讲我，那是啊，咱都家己讲关于耶稣，那是讲我坚信耶稣，我跟我同在，我相信讲啊，这个病未来影响着我，哇！这个就是你要家己讲的物件。所以这边有这查某，家己讲的当着耶稣的三脚，伊会好掉去。伊都知影，伊流血也无止啊，伊未使当着人去的。又一个如何到底？摩西如何啊？那是讲一关的人啊，人查某就是流血一点先啊，伊人是垃圾的啦。你当着人伊来帮，本是变做垃圾，垃圾是无性格去，你知无？所以伊人特别安怎去洗去变性格，就对真麻烦的物件。但是你看这查某啊，无差不多，就这人个姐是一浪路过的人个了，你知无？意思啥物？无差这个路过的，你知无？伊路过因过咧，伊那是帮着。耶稣啊，伊讲一点都好势，哇哦！我跟你讲，感谢主，伊个信心才超过哈个律法，你知无？停止伊个律法，解讲你未使去，律法讲你当着人啊，你哈个人本变到拉散去，但是伊无听哈个律法的，稳定耶稣的稳定超过这律法，哈利路亚！所以伊讲伊相信。伊讲，但是一当掉一三界好去，真实哈利路亚！一当掉耶稣的恩膏，伊的 power 的力量就流出去，这查某会
病症轻视，轻而轻视无去。佢后咧耶稣兵嚟解讲咩咧？伊讲查某，伊讲你嘅信心何里得着异地？讲咩咧？伊嘅信心，伊信心到咩？耶稣，我同你讲神啊，诶，旨意是俾嚟异地人啦。神嘅旨意是咩？俾跨人人当中啊，好起来，有力起来，到呢条病症嘅时啊。你知无？人隆重人啊，行到伫伊个无修个内面，迄个是神个旨意。神根本是要爱，互咱人上好个。但是咱人要来去经历咧，咱来帮咱人个生信心到伫主耶稣基督个内面，因为伊会传入去啊，你个肉体袂传入去个话，互你得着迄个信心。所以今日你准备好，要来帮你信心在主耶稣基督个内面，好袂？但是讲准备好，但是讲这是头一道听讲，哇哦，耶稣会给你永远的生命。但是点上你本来经历这永远的生命，你知影讲无人会给你得到这永远的生命。你自己按你自己的力量，你无在就谈对来，用你的泪都袂白。你坚持讲，无说，但是讲你讲的是真的，我会相信，我会经历，我会把我的信心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今日我会邀请你白白甲我做一个祈祷，明白？啊，是讲你准备要接耶稣做你救主，甲我白白做一个祈祷。来，我主耶稣，我感谢你，你落来死为了我，到底是几决定？我相信第三日你搁再复活起来。今日我接受你从我的救主，我相信我隆重的罪你洗清去了。今日我接到永远的生命，经过你替我做的工作到底是几决定？感谢你提拔的爱为了我。今日我是你的子，我会接到你的美好，我会贵的生命都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我祈祷， Amen。 感谢主，哇，若是说你做了这个祈祷，那在你台头前快快有这个 QR code， 用你的手机紧紧把它 scan 一下，然后给我人类资料，我人每日点声来去锻炼你，到底你新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好，来我今日点心来祈祷，好让隆重来祈福。今日那是你相信，你得到，你相信什么？相信主耶稣基督，真的信心，你错了，信者到你生命中。今日那是讲你需要一个信者，今日需要一个突破，今日你需要神来开一个路给你，还是你需要神来保守你？甲你讲，帮你信心来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你们同今你听到讲，这是开始叫做真实的信心，帮你信心隆重在耶稣的里面，免耶稣加虾米嘢，耶稣一只人都够了，伊嘅工作一只人都够了，带神的上大嘅圣者来佮你生命中，神来祝福隆重。一尊听今日的教诲的这道的，祝福人隆重人，开人的信心起来，开人的心起来，让人锻炼一人，来让人这信心，或者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得到隆重人需要这尊的信者，在你人生命中，奉主耶稣的名我祈祷， Amen。祝祝福来大家， Amen。后礼拜咱搁再见面。Amen， 帮你的信心在你主耶稣基督的里面，隆重的信者充满了生命。Amen。